的远的偏的好的坏的追的错的新的旧的各种快事各种花色让我选择飞得高高远远远好真的烈炫它就死掉生命的那个瞬间好喜欢就好美到不能越变越像快要年少快要死掉也很骄傲快要死掉了哦快要死掉这首太狠了，太狠了！这个一气要吸好大一口，对。而且我觉得慢歌一口气要五十多个字，就是很难，因为快歌至少还可以抢一些。我先把秘诀简单的告诉你一下，好吧？你那吸进来之后，你千万不要急着要去吐字出来，慢慢吐。因为跟马拉松一样，你一定要懂得配速。哦。不知为何当初你是不吝所有，纷纷扰扰里有这种满天风雨，你会泛起了我。假装没事，再继续唱下去。对，然后迅速，这机会，麦克风拿远一点，好不好？我在想，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旁边可以放一个那个氧气罩，太好笑了，气球，好不好？许哲佩。随他而去。
们干扰了你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啊，太紧张了。一口气一吸进来就56个字。对啊，对对对，太难了。然后唱到后面，我觉得我喉咙好干，很干，对不对？唱这首歌的时候，反而现场不能配合。我们后面再讲你怎么样，你前面一段唱小有紧张，到后面竟然在那么快速的56个字里面啊，你还字句有表情，对，有情绪了，他有那个圆润表情的感觉，游刃有余。而这一个，这是属于什么？你知道吗？这种叫窒息性的歌唱。对，这你们可能不知道，窒息性的，对，就是唱到底啊。对，他就是要把声音到你没有在空，你的身体里面没有氧气状态的发音。哎呦，对，很特别，这个没有听过吧？厉害，厉害，厉害，这有点像是听过，有点像在玩那个自由潜水。对，你到最底下是一分钟 free diving， 到一分钟之后没气，它会开启一个氧气的供应。对，只是我们都没有发现这个事情，我们都很压抑。那个 free diving， 你玩到最极致就是叫 free diving。那个下去的话，大概对。好啦，宪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好不好？怎么样？其实都有练。真的吗？哎呦，来，你来吃。真的吗？好，将来有一天一定要唱给我听。现在不用将来，将来就是现在。十，因为一见面那一段啊，来了来了来了。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他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恭喜淘汰，可以很难，很难，这个时候不知道。真的很有练过还是有练还是不行？对，这个真的要有那个心理预期。怎么会这样？就马拉松了，就那个配速很重要。对对对对，我觉得刚刚宪哥提醒的很好，就是字的配速，对那个配速不要一紧张，前面全气全吐。对啊。